岛今天真的超级卡，今天比较多，右边 JPEG， 嗯，今天那个比较多，因为左就是左路那边很多加分岛，嗯，你可以分数要放，好，我放我放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是隐约看起来太毒了吧？没办法，那个毒超久没有救，毒的话你就是赶快到西瓜那里啦，有有有，我现在在这边卖个牛奶之类，哦，我知道他们又在挖又在挖，嗯，杰瑞你后面。手加的都会被毒。哎，猪猪是猪猪，快点到别的。不不不不不，青眼白龙。我的青眼白龙被你打了。把猪打猪还是捉妖？猪还是捉妖？小哥进那个西瓜岛，进西瓜岛。右边有一只哦。哎，雨月你小心哦。可以，我把他打退，把他打退，打退，打退了。啊。坐回去了，坐回去了。其实我没什么。满地都是稿子。别放啊！守护。所以我可以用这个啊！哎呦，你那个很修啊，猪！对，原你就把这里的那个都一直在放。哎，巧克力干，两个人有一个绕过一个人，巧克力。好，那我在打猪，我在打猪，我在打猪。这核心，这核心叫你抓的，核心，核心可以挖，核心，核心，核心。那是比我多需要力量。好，杰瑞，你那边过去一个。好。哎，哪边？不见了。哎，有干掉他，干掉他，干掉他。往前一点。哎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狐狸，狐狸，狐狸！哎呀，趁要不要趁这个时候进攻一次？进攻一次！最左侧，左侧一堆可以放哦。挖一堆肉，哎天啊！趁这边进攻一波，这边进攻一波，又挖了，挖掉，挖掉，挖掉，全部挖掉。分数左侧都敢放哦，左侧。有稿子挖一下。好好好，我追到他们家去，我要撤退。哎，你走挡我啊！他们在左侧啊！他们在左侧啊！他们在左侧。有人也可以放，挖一下他们家，挖挖他们家核心。我在打。不是，猪猪跑家里，猪跑家里。哦，好了。你们持续牵制哦，我要进去他们家。好好好，我在挖分数，我在挖分数啊！我被发现了，哦，没有搞，全线都在我们这，全线我们有三老鼠，有三老鼠，有三老鼠，哪里哪里？看到我看到我看到那个技师技师，附魔财富员跑进去啊！二楼二楼干掉干掉，撤！我们家二楼，我们家二楼被看到啊！技师有干掉，我们先撤，他们有力量效果，我受不了，不要去中心。嗯，而且我没中，雨月你在哪？杀死！没有，雨月你出来走路走路。哦，好，还有这种妙用，厉害。对，就那里有很多加分岛，你需要你放。加分要放一下。然后我们人也都聚在那里。啊，超痛哎，斧头啪啪就没了。啪啪。然后走路来了。好，我换装了吗？没有。走路是谁？左路。左边的路，走路工，500，给我你的，前面超多加分岛，可以放，好好远哦，已经连过去了吗？连了，左路完全都连了，所以就是在左路打，左路超级空，家里有铁也可以放，因为我们就可以再买那小盒，右边有小偷，绿宝石，有漂亮，哎，杨有功，我就挖了，我觉得，再稍微看他们的那个，他的附魔技师。哎，他们祭司在那个附魔台那边。好，走那个老鼠洞去挖他们家核心。好。可是没人好。祭司往前靠了。他们祭司在你旁边。右边，我们的，哎，右边。祭司很凶啊！我把蜘蛛引走，我把蜘蛛引走，你们快点！祭司要逃回家了，他逃回家了。对。哎，猪，哎，你们推一点。猪到后面，猪到我后面，猪到我后面，哎，不见了。打乱七八糟都不知道我自己。要爆弹啊！嗯。没有。哎哎，祭司嘞，祭司那他们祭司回家了，挖他们核心，好，我在挖，哇，最后一下，我们的分数核心，哦，没事，好，要去挖了。因为你也可以站到前线，就把左路的那边加分全部都放了。哎，那你回来，我慢慢再放，好，右边好多人，猪，他家装很慢，哎呦，点到。加油！我挖，猪，看到猪，干掉，没事。强哦，他分数全倒了，他分数全没了。对，全部都是我们压制。对，那音乐可以前面一点，然后放。有，我在慢慢的往前。卡，行哟。我不能躲进他们商店里面。不行。家里有人在顾吗？没有，他们上面太多了，然后上面没关系，他们在上面就跑到西瓜。买那个，去行商岛买我们的核心，放我们那个。小雨打，我们铁不够。他们家没有盖西瓜吗？
我买一下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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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痛啊！小黑人打我好痛啊！都挡在家里。上面起码五个了吧？有看到小黑人。雷皮克在右边。Ow！在左边。要过去了。他走过去哦。西装西装西装。我们的右边，我们的右边，我们的右边。我的装备都没了。小黑人打好痛啊！哎，杰里皮克去了哦，去了哦，绿宝石那边哦。绿宝石。对，右边右边。好多装，这里好多装。家里有他进家。西装。家里有了吗？家里目前没有。家里哪里？我在下面。没人啊，没人。有办法吗？上面看一下，上面去看，先去看一下。哦，杰里皮克回来，他刚躲在那个石英桥下面。哎，那集可以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可以可以。给你东西。小黑人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对面上面有人吗？对面都家里很多人，那集这边。我在他们里面。哦哎，小雨，你说岩浆旁边是不是？不一样。对，讲出来了。我亲眼白龙出来。对，你讲出来了。哦，没关系，那我等下就冲吧。你的亲眼白龙。我帮他，帮他，帮他。不要，在我旁边，在我旁边，我在旁边，我在旁边。好。杰里皮克在哪？死了吗？有人看到我的猪蹄？他绕回去的。没看到。他刚跑右边的时候绕回去了。哇！他把队友给炸了，他把队友给炸了，因为我在旁边，所以巧克力没事。他把队友给炸了，笑死我！我挖得到，我挖得到。你挖，你挖，你挖，你挖！前挡，往前挡，往前挡。哎，嗯，小心哦，他们在底下哦。中间有一个哦，上面有一个人，中间有人。挖掘缓速也太久了吧？死掉了。不是你要先打那个？挖到，嗯。哎，你挖到有看到巨在哪吗？其实在那边看到他刚躲行商岛，他出来，他出来了。你们上，你们上。没事就烧起来。看到。可以，反败了。撑住。哎，腾腾你撑哦，他力量哦。我走了，看到。我走了。这样一定要带个钻石斧，不然那个骷髅好麻烦。对。是剑还斧啊？那个机制，我觉得他其实躲下面躲的好，他上来就好明显。啊！又死了哦！安东又死了。没有，我刚刚要退，没退好。我有衣服裤子可以给你。没关系。我这里有很多装备，虽然都是没附魔的。没附魔的，我想要没附魔的，我想要没附魔。这边。那个左前有人在挖粉。这是别人掉，都是别人掉的，随便要，随便要。好，随便。小芙妮。芙妮，一堆东西。交易要小心哦。他们一个爆弹来，请拜拜。在我附近就没事了。嗯嗯。快点啊！不要挖。快点。哪里？又在挖。没关系，我补。嗯。补尖刺的斧头。你们想要偷偷来我们家？这个也太炮了吧！炮兵。哎。上面是不是有小黑人？对，我刚看到他。嗯，买个稿子，想做坏坏的事。哎，我们有人在他们家哦。有，我在敲骷髅，应该快死了。好的。在前线，随时 OK。来了，我也在前线的。Go！ 那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就守住那个就好了。把骷髅推到后面去，那我也要推。因为我再砍他两下。他应该快死了齁，对，有死了。哎，帮你怎么家里有人进来了，坐走，坐走来了，坐走来了。杰里皮克，挖核心，杰里皮克，我们在上面。嗨，哇，爆弹，你要爆弹哦，爆弹哦，真的是，我有个愿望啊。啊！又死了，好活下去，你走回来，好活下去，哎，这里是地方家哦，为什么这里是地方家？你在自己我快点快点快点，好奇怪，我不能丢炮在那边，他们的核心在那边，快走，我有二阶装谁啊？要骗过别人？我要啊！有一个从右路哦，帮看一下，有个从右路，右路，对，风帆的。OK， 嘿，小黑人你好，是啊，又有两个从右路来，他们现在就是要免洗喽。没有，我们守住分数就好了，我们守住分数就好了。嘿，柱子，柱子来了，柱子，他们跟我绕圈圈呐。他们的祭司是不是都躲在上面啊？还是？哎，来了，右边喽，右路哦。小黑人在左边，你空手跟我打。
你哈来无去啊？空手空手。嗯嗯。没发现。好多人，好多人。你没发现？还是退出来好了。啊、哦，你都在角落。上面有一把剑。我看到云浩有一个人虎视眈眈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是不是要丢爆炸，好可怕、喔！找附近，找附近。猪猪想挖核心，白红疯了。猪猪要挖我们核心了。哦，越退一点。没事，有点到我心眼白红吗？没事没事。猪猪死了吗？还没在屁股。他们技师在外面放加分岛。哦哦哦，还在那哦。技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技师，不要想不开，技师过。哇！一个人出来放加分的、啊，哇，挖十四耶，送头大王死了三次。这个走路啊，别走到挖外面啊，危险啊！真的，上面上榜都是我们红色的，哇，一排红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黑暗兵法可以嘛？开始立马缺啊，开场先。有本事他们也这样玩、啊，开场先来，开场先送一个头，然后再送一个头，杀、嗯、人哦！我在丢魔枪啊，很杀很杀啊！死亡术，汪汪都没死，耶、yeah ！什么水样？没有我手机啊，我死38次啊，好毒哦，38次啊你，别洗战法，别洗战法，别洗啊，至少有挖到、啊、我们，里面也是死了三次，扣掉那一次也是有两次，对，一次二十的，一次被围死，对，太可怕了，嗯，挖核心，哇，杰克十次，会挖，我会挖，好多，太会了，那刚榜上就有他啦、啊。啊、嗯，那作者不是说正好挖，你也只挖一次啊？前面措手不及了，还是没挖，真的。后来我就会了。对啊，补核心应该不能说很好啊，是很好入侵的、啊。嗯嗯，入侵很难防啊。提领术，哇，这一次就是我们啦。嗯，全部都是爆弹，好爽啊！这绿宝石都在我们这啊。哈哈哈，好多绿宝石。黑暗兵法，先斩国王，国王先死，国王献祭，而且重点是很快速的，不小心死了第二次，那时候超紧张，他追不回来啊，不小心，哎呀，死掉了，核心被挖还真可怕，真的啊，这轻松上来了，嗯。他追上去之后就比较，如果在后面就很难追到他了，对吧、啊？嗯，跳出来就会摔死，而且一开始又没有那个守卫在，嗯，对啊，哇，刺激！不过这个珠宝其实还蛮累，偶尔岩浆吗？不知道，对啊，岩浆哦前面玩還好啊、哦那个玩到了。应该是后来盖岛的时候，因为岛太多的时候，太多，对啊，应该是本来就会累格啦。嗯，啊，本来会啊，本来会，只是后来没在盖，你还会累吗？嗯，前面看看，前面比较卡而已，就是前面而已、啊，就初期比较会顿一下，顿一下的。哦，我、哦、像现在虐他们就很卡。哦，卡啦，只要一有指令，那就会卡。对啊、嗯，东西太多就会卡。卡、嗯、刺激，休息、哦，好赞，八八六。好了，今天感谢大家，哎呀，先感谢大家收看啦，左边点。那我。YouTube 有开赞助者模式了，所以如果也要从 Twitch 转 YouTube 的也可以订阅哦，或者是还没订阅过的，不订阅，那这个是花钱赞助的，可以按一下哦。欸、我等我知道怎么讲这句的话再好好念，因为他们只是叫我稍微提一下。欸、就大概跟退取的订阅一样啊，只是说是需要付费的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。
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拜。